英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最温馨甜蜜的时刻。一组老照片见证旋即伊丽莎白二世，现任英国女王，英联邦元首，国会最高首领。她于1952年2月6日登基，1953年6月2日加冕女王，是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。英国女王年轻时的颜值真的很高，集美貌与高雅于一身，惊艳众人。菲利普亲王，原名菲利普·蒙巴顿，他年轻时的颜值也是高的离谱，身高超过了 1.9 米，眼睛是罕见的当蓝色，令万千少女为之倾心。1947年11月20日，在著名的威斯敏斯特教堂，伊丽莎白二世嫁给了丹麦和希腊王子菲利普亲王，公主和王子的童话故事终于成真，这对夫妇的颜值出众，堪称英国王室颜值担当。英王女王爱上了希腊神世的美男子，即菲利普亲王，他们的幸福婚姻引人艳羡。菲利普亲王是女王背后的男人，在公共场合，菲利普的向妻子弯腰鞠躬，并称她为陛下，走路时也只能跟在女王后面。从刚结婚到如今，伊丽莎白二世与菲利普亲王已经经历了几十个年头，经历了风风雨雨，这温柔的目光还是依旧，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伊丽莎白二世与菲利普亲王的王室爱情故事亦是如此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